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做回来，我是蔡小军。基隆马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情还有特色，基隆市政府近年来是积极办了很多活动，同时也协助各休闲农场来凸显他们的特色，带民众来一趟轻松愉快的农村小旅行。究竟马铃有哪些好吃好玩，又有哪些秘境呢？在今天节目中要带大家来深入了解，为您邀请到三位来宾。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产发处海洋及农渔发展科科长蔡富宁。小军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科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马铃休闲农业区的理事长陈美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美云理事长同时也是我们的马西里里长哦。第三位呢是我们马铃休闲农业区的总干事陈俊龙。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俊龙好。一开始呢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的马铃之美，你知道吗？只要进一趟马铃就可以让大地来调整我们的身心灵哦，快来感受马铃的魅力。循着云雾的轨迹抵达山间低处，闻到竹叶香和果树的味道，伴随着雨珠和思绪，是对的。其实，许多人从未听闻这个隐身在山中的密地——马铃坑。曾以矿业为兴的马铃，将自然环境与矿坑遗迹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如今，更是以多样性的农产作为生计。对比起曾经的矿工，现今农民安居乐业，形成一种另类特色。人间最美的形象必定是不着痕迹的，就如同季风一样伴随着我们，洗涤这里的人事物。这里的溪水会跳舞，土地会呼吸，风会对你低声细语。在这里我们抬头望天，放空遥望。在这里我们低下头，细数走过的足迹。最棒的是，在山林里的一口深呼吸，拥抱一场回味无穷的山风。漫步在荷花池边，吹着风，探索田园的丰收与富贵。群山变幻的大景与潺潺的流水声放进身体里，成为永久的记忆。可以看见我们的马铃真的好美哦，一进趟山林里面就会感受到满满的芬多精，让你的身心灵都得到舒畅。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蔡科长哦，其实七堵马东还有马西它有两个农村再生的社区，在市府的协助下近年来有非常多的精彩活动，要请教富宁科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来协助他们。好，就如同大家都印象深刻的是，基隆都是以靠海为主，然后都是渔业为主，然后海洋城市的印象都很鲜明。其实它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在基隆的七堵马铃有一个我们基隆的后花园。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休闲农业区叫做马林休闲农业区，它其实在民国99年就成立了，99年到现在。那它其实它跨足了有像马东、马西、马南，还有就是友瑞地区。那这个地区主要是我们基隆的农业生产的主要的地方重镇哦。那但是最有名是它的生态，它生态非常的丰富原始，所以刚刚大家在影片里面看到就是非常的一个情境，就是非常自然，非常的一个宁静。那当然里面休闲农业区表示这里面有很多的休闲农业在这个里面发生，那当然就有很多的休闲农场，然后有不同的一个体验的模式，像是今天我们今天在场这个总干事哈，就是休闲农业总干事，他也就是经营绿竹园，他也是一个休闲农场，然后有很多体验模式，大家他可以介绍。那还有就是像文良农场、金明昌农场这些有像体验蜂蜜养蜂的，然后鹿茸的，就是养鹿的，然后有一些鹿茸的这个生态哈，就是长怎么长鹿。鹿茸，然后怎么样去做成这样中药之类的，然后蜜蜂怎么采蜜，怎么收成这些体验，然后还有做成这个蜂蜡啊、蜂布，然后或者是我们的马林里面还有就是农产品也很多，就是像这个柚子啊，或者是我们四季都有，从春天到冬天都有。那这个季节刚好是春天哈，所以就很多的植物正在生长，然后正常像幼花啦，或者是就开始有幼树认养，然后树莓采树莓啊，或是贵竹笋等等活动，其实非常的生态非常丰富，然后农产品也很多可以做体验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啊，除了海边之外，其实我们基隆马林有很多这种休闲农业的体验的方式可以来进行。对，哎，说到这个农场，刚才说春天就是刚开始万物发芽的时期，其实有一个农特产品萝卜，倒是很好的一个教育食材。我们要请我们的俊龙跟大家分享。其实历年来你们就办了很多跟学校结合的一些小朋友的体验活动，对不对？好，那其实关于萝卜，其实在台湾萝卜通常是在每年的大概冬季那个时候产出嘛。那在基隆比较特别，那我们的萝卜会是种植在每年大概3月那个时候产出。那因为我们是为了要配合，就是说，学校的一些课纲，比如说有一首儿歌《拔萝卜》，那我们就会用这样的方式，那让学生不管是幼儿园或是中小学，他们是有机会可以来到农场去体验拔萝卜这项活动。那当然，我们就除了拔萝卜体验以外，那我们能够跟学校有个课纲上面的结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萝卜拔完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那当然就是在萝卜上面，我们当然会比如说，如何教小学生他们去做处理萝卜，甚至说如何去腌萝卜。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食农教育的一个环节里面，让小朋友更深入原来是当季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萝卜，它其实是最好吃的。讲一讲就是这样子，对，就是吃当季，吃在地，从餐桌到我们的农场，大家可以看到一连串的一个过程，推回去或者是整个顺回来，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地的特色。那当然，在地特色还有一个就是要办活动。我知道之前呢，像那个女巫秘境为主题的马拉松，这很有趣。那一开始办的时候，听到是一个红衣小女孩跑出来，就把大家逼得我通通通跑往前跑。那这个马拉松活动真的很特色，很有趣，而且它结合了各农村的力量，我们要请教蔡克来跟大家分享。好，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马林很特别，就是一般我们马拉松，大家印象中都是在什么很多人的路跑，就是几乎都是人挤人啊，不海洋路跑也好，或者是什么那个公园的路跑等等哈，就是非常多，或是大家。那其实马林的路跑有一点特别，就是它非常的陡峭，然后它是在山里面，而且我们的优势，我们在马林跑马拉松最大优势就是没有红绿灯，对对，交通管制相对非常的单纯，而且不用人挤人，然后而且整条路上都是分多金，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跟原始。你看我们在这个里面，就是一个
你看在这个山谷里面，它其实跑就在这个山谷。那我们去年是结合马东马西的两个社区来跑，就是环状，所以马东马西跑完就是24公里，然后我们去年有42公里，就是要跑两次才会跑完，非常有挑战性。但是这些跑者非常喜欢，因为他喜欢这种不需要人挤人，然后又非常有挑战的一个地方。然后你看，其实我们去年也有亲子的，你看其实跑在这个那种绿荫大道里面，然后有老有少，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亲子团，然后也带这个，因为我们有一个6公里的，对，有6公里的、12公里的、24公里、21公里跟42公里哈。我21公里就很挑战，因为都在上坡，咚咚咚咚。那我们沿路设计的是它能够经过我们的马林休区的几个特色的点，像清水公园啊，或者是焦炭窑啊这些哈，就是一定要让它踩到那几个知名的我们的特色的景点。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是结合了社区的志工一起来接待这些马拉松的跑者，所以其实是蛮有地方特色，然后又全村动起来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好的。是真的哎，在马林里面跑步这件事，今年还会再办吧？就邀请大家一块来参加，一块来感受森林里面的芬多精，挑战你的极限。那刚才说到，其实有很多点大家都可以去玩，其中农场的部分呢，就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先带大家来看看这个蜂蜜，养蜂蜜的农场。看这群蜂飞舞，又到了采蜜的时节。跟着农场主人深入养蜂基地，看看收成结果。其实我们在收蜜的时候啊，其实我们会先把那个每个蜜蜂箱打开之后，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就是先把那个蜂片上面的那些蜂蜜先把它刷掉，然后再移到另外一个箱子。然后移到另外一个箱子之后，我们会先盖好布，之后再拿出来到我现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才会开始做那个收蜜的动作。那我们一样就是说会把那个蜂片上面的一些蜜蜂啊，会先把它不用刷子，先把它刷掉，让它不要混到那个桶子里面去，那这样可以减少蜜蜂的死亡。然后我们其实在收蜜的过程中，就是用离心，就很像洗衣机那种概念，只是稍微转动，然后让把那些蜜甩出来就好。然后我们这样就可以完成我们的采蜜的动作。那接下来我们会做一个把那个蜂蜜收集，然后我们会收集到桶子里面去。那我们现在就做那个动作。不过这蜜蜂也实在是太多了，每次采收都这样吗？我们今天就是在收这个蜂蜜哈，大概差不多一星期采收一次吧。可是今天采收的蜜比较没有上次那么多，上次比较好一点，今天好像蜜蜂都出来抢蜜了。本来是蜜蜂，我们在摇它的蜜，蜜蜂不会出来嘛。今天就是外面没有蜜，没有留蜜期啊，所以所有的蜜蜂都来这边抢蜜。原来现在不是花蜜期，蜜蜂没得忙，只好来采蜜桶旁了。虽然数量多得吓人，其实也反映出生态成果。只要有蜜蜂的存在，表示说，因为我们这边是比较天然无污染的场所，所以我们会用蜜蜂来去看我们的场域到底安不安全。真的，这个蜜蜂越多的地方，这个生态就是越完整越丰富。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俊龙，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在采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看到不一样的生态发现？其实在基隆，其实因为基隆大部分以森林居多，那所以说其实养蜂这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生态的指标，所以我们会把养蜂这个当我们这个周围附近如果说没有一些农药的污染的话，那其实养蜂是非常的适合。那在今年的话，其实一样，如果说气候都还不错的话，我们大概在基隆每年大概是6月这个时候会有所谓的开始我们采收蜂蜜。那我们在采收蜂蜜的时候啊，那其实我们都会在脸书都会去公布说，我们大概这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我们就要开始要收蜜。所以说我们在采蜜这件事，我们是配合蜜蜂的时间，而不是我们以我们人为主。简单说是这样子，是，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才知道除了米洛竹园有这个蜂蜜之外，然后另外还有金明昌也是产非常多的蜂蜜来源哦。是刚刚蔡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不但是用采蜜带大家来看采蜜之外，他们还利用他们的蜂来进行了非常多的创作，多元的产品。
其实蜂蜜这个生产链其实有很多可以都拿来做体验，包括它的蜜蜂的生活史，然后采了蜂蜜之后，其实蜂蜜又有分春蜜、冬蜜，它其实可能采的那个蜜都蜜源都不一样，那这个是一个蜜蜂的生活史可以来做介绍。那另外采的蜂就是它那个蜂巢那个蜂窝其实未来可以来做成就是融成这个做那个蜂蜡。嗯，那现在蜂蜡现在蛮盛行，就是来做一些那种环保永续的体验，包括像蜂蜡布。或者是做他们像会做那个左手那个膏，就是那个他们用那个蜂蜡来做这个左手香膏等等哈，这个都是用那个蜡可以来做体验。然后另外一个做像是用那个蜂蜡来融成是像一个造型的蜡烛，好，就是用它有那个模型，然后做成一个蜂蜡的蜡烛等等哈。其实那个功能还蛮广的，然后。蜂蜜又可以来做很多的饮料的调味等等，其实一个蜂的产业其实蛮多的可以体验，然后过程可以来做采蜜的过程，然后像穿那个防护衣，然后满天飞舞的那个蜜蜂，其实一般城市的小孩是很难体验到这样的，如果你可以这个克服这个害怕，就是好像怕它会钻进去啊其实我们穿那个其实像那个古代侠女一样，其实蛮有趣的，这个可以来体验看看，是就是要邀请大家一块来体验，也可以看到我们马铃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农特产品。我们就要请教理事长哦，现在马铃盛产哪些好物呢？在最近我们的那个树莓以及桂竹笋都会陆续的那个生产，今年因为是闰月的关系，所以说它的产季有点延后。那像树莓第一个那个品尝的绝对不是我们，第一个品尝的应该都是松鼠，对，然后松鼠可能它吃厌了，剩下的我们才能够进行采收。所以说现在因为生态太丰富了，所以说一些那个野生动物真的很多，所以说相对的，我们的农友它的那个产量就变成锐减。对，是被野生动物吃光了。是，对。听说猴子很多，对不对？猴子也有，对，松鼠，然后再来就是桂竹笋。桂竹笋，我们今年是闰月嘛，所以说最近可能农友发现的只有几根而已，可是在差不多半个月后，我们这应该这几天会下一场雨，应该就会开始冒芽。雨后春笋。对，雨后春笋，然后就会开始冒芽。那冒芽之后出来的也绝对不是我们在吃，是山羌在吃。对，所以山羌啃食完了，剩下的它吃腻了，就是换我们来享用这样子。对，然后桂竹笋它的产季它并不长，它的产季只有短短的一个月，那之后呢，之后就是绿竹笋就那个出来了，在端午节前后那个绿竹笋是我们的产季。然后我们马铃山区因为我们的土质很适合，因为我们这里多雨嘛，然后土壤很适合那个绿竹笋的那个生产，所以说它的质地很细，它不像那个南部那边它比较粗，我们这里的那个纤维质是很细腻的，我们可以说是全台数一数二的很优质的绿竹笋，欢迎大家来品尝。对，是，所以春夏可以搭晚一点就可以尝到树莓，是我们的桂竹笋，然后另外还有绿竹笋。听说桂竹笋也有办活动，是不是？我们要请教理事长。是，因为我们在110年有办那个第一届，应该算第一届那个桂竹笋趣味竞赛，我们之前也是开放100个名额，那今年应观众要求，我们还是100个名额，因为怕那个桂竹笋的产量不够，对，所以说我们在5月20，我们在5月22号的时候会上架，好，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在我们马铃休闲农业区的网站都看得到我们
在4月22号的时候会上架，哦，然后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做一个趣味的竞赛。哎，这是这个画面是我们前年的，你看所有的人播的这么起来播，对，没有错，哦，虽然是第一次播，可是有达到那个趣味性，哦，所以说欢迎我们今年我们在4月22号，大家手脚要快哦，不然会抢不到哦。网络报名80位，然后我们在4月22号，在我们焦炭窑刚好那个客委会哈，有在我们那边办同花祭，对，它有一个大型的圆游会，我们在现场也会开放20个名额，好，20个名额。现场报名，哦，大家真的，我有现场就开始拔那一天应该 还没有大量、嗯，对，所以说我们4月22号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焦炭窑一起那个赏桐花，然后我们在现场会有那个我们有圆游会，好，我们那个客委会在那边有办一些那个米食摊位，然后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我们的那个各农场的业者也会在那边设摊。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马西社区的义工，我们会当会有贩售我们当季的竹炭竹笋包，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品尝。谢谢。哎，我觉得这样子整个辅导真的是很成功，哎，就是让农村妈妈他们都可以出来展现自己的手艺之外，还可以赚点零用钱。对，没错。对，这也就是我们师傅很厉害的地方。那刚刚说到有很多农场嘛，当然农场就是大家来玩完之后就是要来品尝喽，一块来看看取自新鲜的下午茶。一片柠檬加上咖啡与砂糖，放入口中咀嚼，真的别有一番滋味。来，刚开始吃起来酸酸的，然后咬一咬里面就甜甜的，然后再来就有咖啡的味道，这样子蛮特别的。我想应该会很酸，可是吃起来不太酸，柠檬。就刚开始会先吃到酸，然后之后那个到最后那个就会甜甜的。在饭后呢，就帮客人送上这个叫做焦咖啡，它是利用柠檬片、砂糖跟现磨的咖啡粉。然后呢，我会跟客人说，在饭后你整个这样子将柠檬片包取着吃，所以你可以吃到酸、甜、香三种不同的口感这样子。意大利的绝咖啡在马林农场内尝到，真的令人好惊喜。搭配业者寻找了好久，入口香醇、不苦不酸的黑咖啡，真的超搭。不定期还会烘焙出蛋糕、面包等点心，也让顾客好有口福。像最近很热门的西瓜面包，在雅鱼老板的巧手下，让不少顾客吃了好开心。好，我们觉得他们那个甜点做的蛮道地的，就是都是纯手工这样子，不是外面所那种贩售。很好吃。我们来这边的话，比较适合就是我们这些小家庭过来这边用餐的。店内不只是下午茶受欢迎，最道地而且取自马林地区种出来的食材，更让人吃到基隆的特色。别于妈妈经营的餐厅，只有一两位朋友相约而来，简餐一样吃得到道地风味。细嫩好滋味的丝瓜蛋，口感扎实的土鸡肉，还有取自自家农场的绿竹笋，每一口都吃得到基隆的特色。我们做套餐的理念呢，就是想要结合基隆当地的食材，像我们接下来的有柚子，在冬天有山药、桂竹笋，这些我们都想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套餐里面，包含我们的米，现在看到的米，虽然基隆这里没有产米，但我们支持基隆这里，所以呢，我们采用基隆农会的米。那我们现在的套餐有白斩鸡套餐跟绿竹笋套餐，看到的鸡肉是农场自己养的，没有注射抗生素的放山土鸡，搭配两种当地马林坑自产的蔬菜，还有店内的招牌丝瓜蛋。另外的绿竹笋呢，是现在马林坑当季盛产的新鲜食材。那其余的套餐，我们会随着不同的季节在做变化和调整。来农场就是要吃要玩嘛，那当然它有结合游程哦。我们要请教蔡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哇哦，这是什么？欧卢卢披萨。对，其实我们刚刚有介绍说马林有
其实它有很丰富的这个文化历史，是日据时代其实在马林坑有很多的这个采矿的这个文化，所以在那里边有一些目前的采矿的文化遗址，像是那个焦炭窑。那其实这几年的那个农村再生社区在焦炭窑旁边呢模拟了一个窑烤炉哈。窑烤炉，我看一下有没有照片。窑烤炉，然后它是，用仿照这个焦炭窑的这个形状去做的窑烤炉，然后我们就想说窑烤炉能够尽量跟我们的文化创意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不要烤一般的披萨好或是一般面包，我们把它做成跟焦炭有相关的这个产品，所以我们就烤了跟那个焦炭一样的颜色的这个焦炭披萨，就是欧噜噜的披萨，就真的是黑色的，就是那其实很简单，它只是加了那个竹炭粉，然后其实竹炭，因为马林也是竹之乡，所以跟这个竹的元素也合在一起，就把这个煤炭啊、文化啊、竹艺全部合在一起，就做成这样一个限定版的这个马林的一个窑烤披萨。那其实很受欢迎哦，因为其实这个披萨哈，从四季不同的时间来，我们会结合农产品时令的农产品，像绿竹笋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加绿竹笋进去。那如果是树莓的时候，我们可以加树莓酱在上面，就变成有一点夏威夷披萨，对，甜酱在上面。那这个就结合说，你在做这个农村小旅行的时候，可以探访农产品，去采下采这个绿竹笋，然后也可以去走到我们的这个煤矿的遗址，去介绍日据时代是怎么样产这个焦炭的，然后再走到西边去看这个丰富的这溪流的文化，一直到刚刚讲的就是餐厅里面去用餐。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游程里面是在这种台北或是我们基隆的这个后花园是很容易达到，车程很近，我们走六个快速道路，其实半个小时内就可以到达，因为离汐止非常的近，对，所以我们的小旅行是很受到欢迎的。对，真的小旅行真的很美，因为现在你去马林的话，你一进去就会闻到淡淡的花香，因为我们的柚花才刚凋谢完，现在的花即将要盛开的是我们的油桐花哦。那先带大家来看看，其实在一二月的时候有很多秘境，其中有一个农场主人他很大气，他就种了非常多的心仪花，把它那里打造成秘密花园，一块来看看。哇哦，一朵朵比拳头还要大的心仪花开满枝头，发出淡淡的清香，粉红、米白、混色的各式花朵在雨水充沛的马林山中绽放，近一公顷的土地深意盎然，别有一番风情。它一米也头还大颗，第一次受邀到农场赏花的民众都会吓一跳，很难想象雨下不停的基隆会有花朵如此绽放。我真的是也是第一次看到哈这个花哈这么盛开的样子，哈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农友陈德郎夫妻非常喜爱花卉，在自家的农园种满心仪花，还有各式茶花。冬末初春，各式花卉盛开，美不胜收。上面的大棵的可能有差不多20年的了，有茶花，有心仪，还有那个金花茶。下面这个种起码有50种以上，因为我是种竹笋的，夏天的时候都是卖绿竹笋。啊，冬天比较有时间才会来照顾这个弄这个花园，长不到20公分的小苗，照顾到比人还高的心仪花和茶花，夫妻俩不藏私，想要把心仪花的秘密花园跟大家分享。还有各式茶花呢，还在盛开的茶花就像玫瑰一样，鲜红、粉红、鲜白，朵朵明亮。最特别是这一株黄金茶花，盛开时超过1000朵，壮观美丽。哎，真的很壮观。那时候我去采访的时候，看到那个满山都是心仪花，有点被震惊到。那当然啊，它就是现在花期都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花。那即将要盛开的是我们的桐花，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总干事，我们的俊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去马林可以看到哪些浪漫的景点，然后你们又会怎么样建议我们的游客玩马林呢？好，那现在在我们马林啊，其实在现在4月、5月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桐花盛开的时候。那刚好现在这个时间点，那我们的桐花已经慢慢的就开始在绽放。那其实我可以推荐几个我们可以看桐花的地方。
那就在未来的一两周之后，应该是我们的桐花会大开的时候。那其实我们要走的就只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桐花步道。在我们桐花步道上面，那其实是一个步道，那你可能在步道上面可能绕个一圈，大概要花30到40分钟时间。不过当桐花盛开的时候，你可能在你的整个道路上你会看到满满白白的一片，那其实都是桐花。那其实那种景色其实非常的壮观，会非常的吸引的。那种桐花的香味其实会阵阵的而来。那当然了，就是说，如果说你们今天是情侣的话，我真的还蛮建议你们可以到那边去走走。尤其当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种桐花雪花片飞的这样落下来之后，然后如果掉到你的头上，或是说掉到你的脚边，你会觉得那种感觉是非常的幸福。那其实，在桐花这个季节里面呢、啊，其实不只是只有在我们的所谓的桐花步道这个地方会有，是在马林的各个区域其实都会有桐花开，那只是说它是多或少。那当然是我比较推荐的是桐花步道，那我当然是建议说尽量不要在假日，因为假日容易会人山人海，对，因为人非常的多。那也可以推荐到马林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其实你可以很远很远的看到山谷里面有很多的桐花就是在我们马东里的大同路那边连接了一个叫自强产业道路的地方、那边你可以满山遍野的都是桐花，其实是可以远远看得到的。其实你们可以去享受一下说我在一个非常高的地方，你可以除了可以看到非常远的漂亮的桐花的景色以外，你还可以享受一下说其实在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可以抒放心灵的地方。是，对，真的要大家来走走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马林风情，四季都不同。我知道夏天的时候是荷花盛开，对不对？莲花盛开。接下来要带大家来看看哦，来一趟马林浪漫的小旅行。柚花盛开期刚过，马林山区飘着淡淡的柚花香。随着夏季莅临，荷花池绽放满满的生命力。我常常就下午的时间呢，就跑来这边，然后感受一下，就山林的芬多剂是非常浓厚的、足够的。那在这边，真的可以体会到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感受。这个地方感觉很好，空气很好，很漂亮。那荷花池的地是对面，其实是一个私人的地，地主提供出来给大家免费的休憩跟休闲。那他种满了荷花，然后现在又养了很多的鲤鱼。特别感谢市府也不断的在努力说，希望再让这里的设施规划好一点。所以前几天那个市府也派人来协助我们除这里的草。我觉得能够好好的在这里发呆，你真的可以好好的慢慢的享受赏莲喂鱼，在阳光与微风的轻抚下，身处马林真的很惬意。跟着步道走走，还可以进入农场休息。从农场到餐桌，有着春夏花开的记忆，依季节推出不同的料理。雨生老板说，自然给我们什么，我们就用来做什么。餐桌上的花艺美学，让一蔬一饭变成田园牧歌。来到马林，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变化，也不同的意象。那我觉得四月份来到马林是最棒的时间，空气很好。有一个花香吗？很香。空气好吃吗？很好吃。咖啡好喝？咖啡也好喝的。想再来？对对，想再来。用餐完后的甜点绝咖啡，是将咖啡粉、糖与柠檬片一起咀嚼，柠檬香与咖啡香充满口中，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整体的环境非常好，然后再配上外面的大自然，还有老板的用心，也会把这些食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它的理念还有它所具有的意义，而这个意义是老板给我们的。对，所以我们会就是一直对也在对一直来这里。柚花、莲花，紧接着还有桐花，将在四月底五月初绽放。欢迎民众来马林走走，感受乡村美学，在大自然中治愈身心，感受生活的美好。真的很适合到马林来走走，感受生活的美好。那刚才我们的傅宁科长，他其实这边看影片一篇，就把好多马林的秘境都给叫出来。我们要请傅宁科长来跟大家介绍。
其实马林就是刚刚讲说，它是以生态为名的一个休闲农业区嘛，所以其实刚刚讲的配合花季来游这个马林，或者是说没有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秘境，包括我们现在图片里面这个是就是所谓台版的那个亚马逊河。那这个因为夏天是枯水没那么多，就是冬天的水比较多。其实，在春天、秋天的时候是刚好水多又不会太热，然后又可以啊。但是这个秘境需要有达人带路了，因为它不是说在路那个很显眼易见的马的路边就可以看到。但是，一般游客我们可以看到的，像是刚刚我们有看到现在像这张照片，就是桐花盛开的时候的焦炭窑。这下面这个火车下面就是焦炭窑，然后现在那个旁边这个就是在桐花盛开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这一个月内差不多会看到的一个景色，就在焦炭窑，可以看到焦炭窑这个风景，然后也可以看到这个桐花，这个就是焦炭窑。好，那旁边你看这棵树，所以你们都在里面烤披萨吗？披萨是在另外一边哦，然后这个是。这个就是富民清水公园，那夏天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会玩水的地方。那我们所谓那个桐花步道就在它旁边的，往上走就是一个我们的桐花步道。那大家都说在这个富民清水公园的西边有一棵桐花树，它是指标，它就是马林地区的指标。当这棵桐花盛开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大家都盛开了。等它要谢完的时候，差不多马林地区的桐花也大概谢完了。所以我们都是靠这个富民清水公园旁边那一棵桐花树来看，我们在马林地区的桐花是不是已经是不是要过期了哈？然后再来就是像刚刚就是荷花池，好，刚刚还有，其实马林地区最有名就是这是清水公园，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湖穴，马林地区有这个湖穴地形是非常有名，因为马林坑溪它其实水量在冬季其实是有的，然后长期冲刷的这个湖穴地形是难得一见的。除了那个暖暖地区有这个湖穴地形之外，其实马林这里是蛮特殊的。然后在这个马林那个桥叫什么？翠谷桥下面哈，就是翠谷桥下面的这个湖穴地形是最漂亮的一个景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来马林玩的时候不能错过的一些点，可以来看的。是马林真的很漂亮，就是你到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风情。那有在地达人也曾经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玩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找那个凉亭，因为听说那个凉亭它都有故事，然后听说故事都在旁边，你这样去搜寻的话，你会觉得很有意思很有意义，也可以看到古人他们怎么样在这个山林当中生活的。就像之前我们曾经走过一条桐花步道，那真的是在山的里面，然后那时候里长带我去走的时候，我就心想天哪，这个满山遍谷都是桐花，但是就是在山里面，我想说这怎么走。然后他说你仔细看地上哦，地上它有这个痕迹，有这个布铺整木的痕迹，然后果真就是顺着走都可以走到你们心目中很美的境界。我们要请我们的俊龙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很多步道是不是很推荐给大家走走。其实在刚刚有介绍到，除了桐花步道以外，其实还有一个在马东，因为马东的地势比较高，那边有一个大牛稠步道。那大牛稠步道啊，其实你上到最顶的山顶的时候，它还有一个瞭望台。那个瞭望台大概有几公尺高，你上去之后，其实你可以看得到整个我们基隆的整个的景观。那甚至最远，然后也可以看到万木山那边。那其实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候。那如果说你在桐花季的时候，就是说桐花盛开的时候，你到那个步道上去看，你会发现上面都是雪白的一片，那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七堵有那一个这么美的地方，对，哇，真的很漂亮。然后理事长当然也是有推荐的景点要跟大家分享，对不对？是，其实我们现在哈。那个我们蔡科他一直有带一些那个学者哈，一些考古研究家去走一些那个保甲路，保甲路，对，保甲路就是以前我们还没有那个马路可以走的时候，我们当地居民所走的那个保甲路，其实现在像马东有一个那个日式的古桥，
日式古桥。对，日式古桥，它的遗迹，其实那个马东那边它 也是有矿坑口的，哦，所以说那个古桥是在那边，哦，像我们马西还有一个那个老屋遗址，老屋遗址它有一个那个大阪的那个石厝，哦，对，我这个都要有达人带，哦，我们才能够过去看。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那个冒险的那个心态心境，哦，可以找我们当地的达人，他会指引你，对，一起去探险。哎，真的真的要达人带，像上次之前是刚好有里长带，然后那时候我走一走，我就心里想，哎，你确定这里有路吗？然后他就跟我说确定，因为他们小时候就从这一座山到那一座山，然后晚上黑漆漆提着灯笼就是走那一条路，所以我印象好深刻哦。是，没有错，以前应该没有那个电动可以玩，对，然后大家都是这样子三五好友约着去，大家一起去冒险，对，然后就是。欸，小时候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害怕，所以说就是冒险的心态，对，其实这是大家留下很好的回忆啦，对，是，对，但欢迎大家一块来走走来玩玩。对，是，那要带大家来看看我刚才蔡科有特别介绍的马林秘境，这个秘境现在还在哦。传说中的基隆亚马逊河就在七堵马林山区，吸引了不少游客一探究竟，跟着在地达人走一趟，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这边就是秘境，号称台湾亚马逊的马林的秘境，很多婚纱业者还有很多朋友来这边玩水。炎炎夏日，想要泡在水里望着一线天空，还是想要拍出美丽的婚纱照片，秘境真的是最好的选择。很漂亮啊，这边就很天然，对啊，然后客人就觉得来这边拍照是蛮特别的。之前婚纱业这边曾经兴盛好一阵子，对，所以还蛮常来这里。位在基隆七堵区的马林坑溪是在地人口耳相传的私房景点，丰富的生态、澄澈的溪水，被网友称作是基隆版的亚马逊河。不过要提醒大家，来这里泡水玩水，离开前一定要记得把垃圾带走，美好的景物要分享给更多人感动。真的要分享给更多人感动。我刚才理事长，然后我们的里长有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丰溪护鱼这件事很有成果，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马林的天然魅力。是，哎，我们在我们基隆市政府产发处这边哈辅导，以及哎我们一个那个左老师哈左成伟老师，他在我们在他的协助之下哈，哎把那个整个马林坑溪原生种的鱼种富裕得很好，所以说我们那里的生态非常的丰富。在五月二十几号，我们会有一个新竹的一个团体，他会特别来看你们的成果。对，琼林乡，对，新竹琼林乡，对，一个丰溪护鱼的，他也是来我们这边做一个大家一起探讨观摩的一个活动，所以说我们这边丰溪护鱼，我们是做的有声有色哈。那我在这边要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到我们马林，请勿带面包来喂食，哈。我们知道大家很有爱心，大家就带饭去了，对，大家会带的那个吐司面包啊。你喂食它，你不是爱它。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喂吐司？其实吐司里面它含有很多的油脂，然后它会发胀。其实鱼它有时候它在吃东西，它不知道说它已经吃饱了，它有东西它就吃，有东西它就吃，吃了之后它会肚子会发胀，胀了之后它就回去了。所以说我们大家请勿喂食吐司，如果说大家真的很有心，就带着我们的鱼饲料来做一个喂食动作，呼吁说我们有到清水公园，尤其是我们夏季，其实我们巡守队每个礼拜巡视的时候，我们都会在那边就呼吁我们的观的那个游客，请你们来到我们这边，要把你们带来的东西随手垃圾再带回去，
保持我们当地的那个景色的美观，留给下一个人更好的舒适环境。谢谢。是，我们可以看到蔡科现在正在放的就是我们啊，这是在马林溪里面看到的鱼，这个、是外来种，外来种，哦、外来种，就是有人放生啊，就会就会污染这边的溪流。每年都会做一个外来种移除，对对、哦，因为放生放无锅鱼，无锅鱼其实外来种，就把它吃掉了，它会影响到整个溪流原本的原生种的鱼的生态，对，所以我们就呼吁不能喂食啊，不能来随意放生。然后可以保持原始溪流这些物种，像溪鸽啦，然后像那些原本就在溪里面的鱼，像刚刚那个影片里面非常多那个，其实马林坑溪是基隆市辖区里面丰溪护鱼做的最好的一条溪，那也是社区里长跟巡守队非常就是非常努力的排班哦，像每个礼拜都会有这个自动班表。是非常落实在巡守的一个社区哈，是所以保育这个丰溪护鱼游程是有原因的，而且他们也会办这个禁溪的活动，对就是会去捡垃圾。对，真的就是要永续环境经营。那当然在这部分，我知道俊龙他们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你们有没有做什么样的永续方式？你说在那个农场，那其实，在农场上面的话，你说一些体验活动上面吧。那其实我们在农场上面是做了一些关于四季的体验活动。那刚刚有提到，比如说像我们春季会有拔萝卜嘛。那其实，在我们的夏季，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绿竹笋盛产的时候。那绿竹笋盛产的时候，那当然就会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他们很喜欢来挖那个竹笋。那其实，在我们的秋冬，其实就是我们最著名就是我们基隆的基隆山药，还有其他品种的山药的体验啊。那其实在我们的七堵马林这个地方的所有的农村体验中，除了不光只是说我们在做一些农事体验以外，其实我们也是在教导这些小朋友去了解说，我们对我们的生态，我们应该是要用怎样的态度去维护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土壤，或是说我们的环境，因为这些其实要让小朋友更清楚知道说，我们不能只是说比如说我们只是拔萝卜，或是说我们只是挖竹笋，那因为我们要让他们了解到说，其实在生态里面，比如说我们来挖竹笋，可能你会挖到一些蚯蚓，那其实在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有很多可能都市的小朋友，他们可能会对于蚯蚓这件事有听过没看过，甚至说不敢抓，为什么？那其实这个其实是在我们整个马林秀区里面，其实我们要赋予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上面，因为我们要除了生态以外，那我们在整个教育上面，其实我们要教导更多的青年学子或小朋友，让他们知道说，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让他们知道说，我们要对环境的友善，甚至是说我们不要去使用农药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有原因的。简单讲是这样子，是这环境永续真的很重要，从教育着手。那我们知道，其实不止农这一件事情，其实在鱼食育的方面也很重视。那我们知道蔡科他们真的很努力在推这个食育教育，而且他们还在渔会那边是不是有打造了一间厨房？我们要请教蔡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不是有很多的活动在那儿进行？好，其实基隆，因为我刚一直开始就是基隆，大家印象中都是以海洋为城市。其实我们基隆是蛮早做这个食鱼教育的一个县市，而且是从市政府跟渔会一起合作来推广的一个县市。然后因为食农教育法在去年就通过了哈，所以现在所有的县市跟学校都在如火如荼做这个食农教育的规划。那食农教育其实它范畴很多，有食鱼跟食农。那基隆特色最大的就是鱼，因为它的鱼类跟鱼产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这个优势就会结合像渔会，然后或者是像海科馆，我们就会有不管是从知识面、科学面，还有这个渔业文化面，去认识这渔产之后，再来享用这些渔产。因为从以前我们只是吃，只是会来享用餐桌的这个海鲜料理，但是
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捕捉，所以在食鱼教育里面我们就会告诉他从海洋到餐桌的过程，就是它什么季节，然后它用什么 鱼法来捕捉，像小卷它就是棒寿网灯火渔业，好，那如果是像白带鱼它就是一只钓，就用钓的方式，好，就因为其实一般人我们不知道这些鱼其实是用什么方式钓，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生态生理上面能够做什么样的一个介绍，之后营养成分一直到料理的方式，连料理也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可以来组合，所以在鱼会它现在就有一间食鱼教室，非常的豪华，好，就是什么应有尽有，百万级以上的这个食鱼教室，然后配合所有很多的学校来做这个食鱼教育的推广，还有妈妈教室甚至是老人共餐都有，那现在基隆有3间好这样的规模等级的食鱼教室，食农鱼教室啊，就是像海科馆就有一个生态厨房，它也就是结合这个生态的概念跟永续的概念去做的这厨房，然后鱼会的食鱼教室跟我们基隆市政府产发处也有一个用八斗子这个安置中心改造而成的这个海洋基地，那里面有一个海洋厨房，那也是来做这个食鱼培育的地方，所以基隆现在就有3间可以选择，所以未来说学校为了要推广这个食农教育的，都欢迎来在我们这三个地方来做这个食鱼教育的体验。是，哎，真的就是食物这件事是最让大家有感，而从小你就知道你的食物从哪里来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最后发展出的一些食的经济也是很棒的，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美云理事长，我们的里长，他其实带领着我们的马西职工妈妈们，他们现在正在推的一个是矿工便当，是我们要请教里长。矿工便当，因为我们马西社区哦，之前是矿坑业，好，我们在那边有2-3个矿坑口哈，日德以及福海煤矿，然后，对，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你忘记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一打开好香啊。是。我们那个社区妈妈哈，我们大家都共同研制我们的矿工便当。我们的矿工便当里面现在是比较豪华版呐，那以前可能没有吃这么丰盛哈。对，然后以前的那个硬瓜，大部分都是用那个不瓦，就是那个我们夏季哦，那个产量正多的时候。那个来不及食用，他们会先晒干之后，等到那个冬天，我们的那个蔬菜类比较少哈，他们就会来做一个腌制的动作，哦，所以说我们的矿工便当它是有一个流程，我们可以骑着轻便的脚踏车，我们在马林游客中心有5台的那个脚踏车，哦。然后一台是那个给我们的导览人员带着四位的游客，好，我们可以那个家庭式的小旅行，然后我们的导览人员带领所有的我们的一家四口，然后做一个那个我们在地的文化介绍以及我们的生态介绍，好，当季的那个农物产的介绍，然后再回来吃个矿工便当，便当吃完之后呢，再做一个 DIY， 对，我们有这样一套流程，也欢迎说我们所有的观众，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上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的网站上面去做一个查询。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谢谢。是，哇，这可以看到，有吃有玩。那当然上去之后，就是一切就是数位化，对，就上网缴费就好了。哦，那就是很方便呢。那蔡科其实这边推出了非常多我们在地吃在地的一些食材，而且摆盘的非常美丽。我们请蔡科来跟大家介绍。好。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鱼会的这个食鱼教室里面哈，我们邀请了海边的朋友跟山边的朋友，就是农渔哈业者一起来哈，用我们在地的农产品跟鱼产品来做料理，然后来做摆盘，然后来做一些行销，所以其实这个汇集了山海的这个元素，里面有像刚刚我们讲有蜂蜜，然后有小卷，好，然后有这个
麦芽糕，我们在友瑞的有一个那个麦芽糕田，那个田园农场，它就是用那个天然的这个麦芽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蜂蜜，然后还有就是山药，然后白带鱼，小卷，然后还有树莓，蜂蜜，然后这些料理来做一些山海的一个荟萃的一个大拼盘哈。那其实要告诉说，我们其实基隆在四季里面都有不同的农渔特产，都可以在夏天，我们即将要进入夏天，我们在海边有很热闹的活动叫做索管季。那索管季其实就是带大家认识夏天的这个索管是的生态跟生活是怎么来的，然后吃到当令季节的这个小卷，所以是欢迎夏天都可以来做夜钓的体验，可以钓到当令时晚上会出现的白带鱼啊、青鱼、竹夹鱼等等，很有趣，而且是适合老少咸宜的一个海上夜钓的活动，这个都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基隆玩。是，欢迎大家来基隆玩。我们剩下最后两分钟，我们先请俊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短短要跟民众宣传什么？那其实可以跟各位民众就介绍一下，就关于马林。如果说你们到马林来玩的话，其实你们一定要先跟我们马林做一个联络，那我们可以安排我们在地的导览员带你们到马林去走访。千万不要说独自前来，如果你们独自前来的话，没有不好，只是说你们在看景色上面可能没有办法看得那么的细致，因为你可能会比较看不到什么东西，因为毕竟到马林它是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甚至说有很多小地方你们可能没有发现，甚至说体验活动啊，或是说其他游玩的地点，其实你们都可以先跟我们马林游客中心这边来做一个联络，这样要记得先打电话来联络，自己去也是不错啦，但是如果有人导览会更好，会知道很多故事。那我们的里长呢？是，我在这边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记得哦，4月22号焦炭窑哈客委会在那边办的桐花季哈，那边会有一个算是大型的园游会哈，欢迎各位前来。然后在5月20的时候，我们马林休闲农业区我们会办理一个波桂竹笋的趣味竞赛，也欢迎大家记得4月22号手脚要快，赶快上网去登录报名，谢谢。我请蔡科。好，最后用那个美食在呼吁大家，就是谢基隆包山包海哈，就是有海有山，然后出来玩之后还有很多的特色的产品可以吃。那这一锅呢，是我们去年跟阳明海运基金会合作的一个山海荟萃的一个锅哈，因为基隆最有名就是渔夫锅，然后其实它可以包入很多的山产在里面，然后就来基隆就可以有新鲜的海鲜，然后到农场就马林休闲农业区就有新鲜的农场可以吃，所以欢迎来基隆玩。是，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带大家看见用自己的实力与市府的这些行销活动来结合，打造最美好的马林之旅。欢迎大家扶老携幼来马林走走，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谢谢三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